停，走，咱们回家了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年兽了。是吗？是他，就是他，就离我这么近。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别一个人乱跑。他还吃了我的年糕。哦，真的吗？难道不是你自己吃的？是真的，是年兽吃的，我都闻到它的味儿了。哦，都闻到它的味儿了。它的嘴巴臭臭的。天到了晚上会变暗，为什么？因为地球背对着离我们最近的恒星，这颗星星会发光，我们叫它太阳。回到白天，天又变蓝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光经过大气时会遇到空气和灰尘，蓝光的波长更短。阿婷，怎么啦？为什么我们要怕年兽？因为年兽很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吃小孩啊。为什么？小孩闻起来很香啊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吃太多年糕啦。哼，我才不怕年兽呢。让他一天到晚问东问西的，小孩子嘛，天生就是带着问题来的呀。小孩子什么都不怕，那才可怕。他从来不跟别的孩子玩，还总一个人往山上跑。他就是好奇。
哎，再说了，山那边本来就有很多的传说啊。哎，我看你是不是都忘了呀？嘘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山上有年兽，它最喜欢吃小孩了。哎呀，我好饿呀，让我咬一口。回去吧，等他们认识你了，肯定也会跟我一样对你的。走吧，他们会喜欢你的。让你把故事当真是为了保护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阿婷，他把我们也当怪物了，我们护着他有错吗？你没错，但你到底想护着他什么呢？你在怕什么呀？我怕孩子长大了，这个家留不住他。我怕总有一天我们会不在他身边。他越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就越怕。我明白，我也怕呀。可是你想想啊，孩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，不是吗？你是说？你看，我们每年呢，放这些烟火，真的是为了赶走那些怪物吗？还是为了照亮山那边，那些我们想去的地方？如果因为怕了，就什么都不敢去做，那我们就会错过那些人生中意想不到的，对吧？
下三年他都没吃过饭。三年，三年，怎么就这么笨笨的？